说的，就是超强款，我新的一件连身裤，就是上穿的这件。哇，这件穿起来真的好好看哦，是不是？而且它就是完全不分码的哦，相信大家 S M L 号的人都可以穿哦。可以看一下的这个，它是属于比较休闲风格的，所以它完全就是宽松型的。然后它很特别，就是做了一个腰带设计，所以呢，小只女孩或瘦小的女孩穿那个腰的地方，你都可以绑到合适自己腰围的那种腰身。嗯，对。然后它的后面呢，完全不夸张哎，是不是？我真的觉得有病啊！然后它还有帽子哦，就是很休闲的味道。然后它这个完全不会露屁股的，所以你无论出去，平常出去穿也非常休闲，出去玩也非常的觉得非常有安全感，就是完全不会曝光。然后我穿的是卡其色。对，然后它是有点棉麻料的哦，就是穿起来舒服。然后它这个是这样子做一个隐藏的那个扣子设计，然后里面搭一个小卡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当然这款呢，除了我的身上的卡其色是比较亮色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旁边的那个可爱的色系。对，大家有喜欢的话，赶快到官网上面去购买哟，拜拜。